再来一瓶的。别乱动！我叫你别乱动！妈妈肯定不会放过你的。你们见过外甥女？很多女性朋友到了40岁，觉得夫妻啊同房是一件既麻烦又没有意义的事，这可就大错特错了。有研究表明，长期不同房会严重影响女性健康。一的话会内分泌失调，二的提前进入更年期，三的激素分泌也会减少，导致经期不规律，四的抵抗力下降，妇科疾病也就频发。你们知道了吗？ Hello， 大家好，今天的话给大家看一款。很多女。Hello， 大家好，今天的话给大家看一。你找我啊？啊，你把你那闺蜜叫。但是往往那些老实巴交的人为什么一生当中人生都没有变化，因为他有懒惰的一面。他可以非常勤奋的每天早上4点钟起来下地去干活啊，驼背，身上全是这个被风吹日晒的皮肤，对吗？但是他不愿意学习，不愿意动脑子，不愿意改变。而学习动脑子改变是对自我人格的挑战。但是往往那些老实巴交的人为什么一生当中人生都没有变化，因为他有懒惰的一面。做生意的最高境界，用别人的老婆赚钱， KTV 做到了；用别人的车子赚钱，滴滴做到了；用别人的产品赚钱，阿里做到了；用别人的饭店赚钱，美团做到了；用别人的飞机赚钱，携程做到了；用别人的钱赚钱，银行做到了。这叫资源整合，借力助力，用自己的能力赚钱。你做到了吗？关注我，你会更懂生意。做生意的夫妻感情再好，身上三个地方别乱亲。男女再亲密，这三个部位也别乱亲。王医生告诉你，接吻可以，别种草莓，搞不好会有严重的后果。赶紧转发给你身边的人。一，舌头不仅存在口臭风险，还要交换8000个细菌和病毒，万一对方有传染病，哭都来不及。二，种草莓，脖子两侧各有一个死穴，叫做颈动脉窦，如果亲不好，吻着吻着人就没了。三，脚，有些人莫名的痴迷，你们年轻人太会玩了，万一有脚气就会传染到脸上，满脸长痘啊。夫妻感情再好，身上来试试捏女朋友不同部位发出的声音。如果有人在微信群骂你，一招让他跪地求饶。有人问啊，哎，老公为什么要悄悄的自己打飞机呢？啊，有个闺蜜跟我诉苦，说她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发现她的老公竟然自己在那里做手艺活，宁可自己动手也不愿意去找她。她觉得这是一种巨大的羞辱，原本恩爱的夫妻关系啊也变得紧张起来。相信不少男性啊，就算啊有了爱人以后，也会时不时的去做手艺活啊，这个就是不爱老婆了吗？其实啊并不是这样子的啊，有不少男性患者在门诊中也表达过，在伴侣不愿意配合或者自己状态不佳的时候，宁可选择自己去解决情况。遇到这种问题啊，我更鼓励的是要多多沟通，相互理解啊，重拾热情啊。王医生一直啊崇尚的是什么？我们不是说要经历很多个人。如果有人在微信群骂你，一招让他跪地求饶。办法很简单，首先呢把微信群进行截图到派出所进行报案。当然了，派出所可能会跟你说，你看他叫什么，他在哪儿，你都不知道，我怎么给你立案呢？这个时候啊，你要这么跟他说，我作为一名合法公民，我把这个违法线索提供给你就可以了，这个线索完全可以证明他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关于公共场所辱骂他人的规定，属于你们的管辖范围。那么至于他在哪儿，他是谁，这个由你们来调查。如果你们觉得不应该管这事儿，那么你给我出具一个不予立案通知书。当然啊，他是不敢给你出的。假如他真给你出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拨打12345市长热线进行投诉和举报了。您学会了吗？关注金律师，让您少吃亏。如果有人在微信群骂你，一招让他跪地求。太敏感，我能怎么办？今天送给大家几个降低丁丁顶端的敏感的方法：一、保持卫生，经常清洗；二。夫妻谁的基因决定孩子的
夫妻谁的基因决定孩子的智商和相貌。一、身高，父母各占一半。二、智力，妈妈多一些。三、性格，爸爸多一些。四、相貌，男孩遗传妈妈，女孩遗传爸爸。夫妻谁的基因决定孩子的智商和相貌。一、身高，父母各占一半。二、智力，妈妈多一些。三、性格，爸爸多一些。四、相貌，男孩遗传妈妈，女孩遗传爸爸。男孩子一定要知道的是，男孩子们，你们一定要记着哟，240是有用的，280呢是超长也用的，350呢是也用的，420呢是超长也用的。男孩子空气也真的要裸检吗？只有女生高潮取决于男生哟。欲望是男的造成的，因为这个男的不行，女的没有欲望，任何女的都有欲望，相当于是女性的欲望是来源于男性。和这个男的行，每一次都让这个女的三次、四次甚至五次的性高潮。你看刚才以后有没有要求，有没有欲望？女生高潮取决于男生哟。欲望。记住这个朝代哥考试拿。为什么美国家庭？房子可以想给谁就给谁了，不用交税了。有人问呢，男生女生的结构呢有什么样的不同？主要在于呢生理结构，男生尿尿和试剂呢是同一个通道，而女生呢是不同的通道。那男生同一个通道是怎么分清楚的呢？会不会搞错呢？那肯定是不会的啦，它就像是家里的水龙头一样，也只有一个出口，左拧呢是出热水，右拧呢是出冷水。那我们男生的生理结构呢就像是冷热切换自如的水龙头，可以随心出。有人问呢，男生女生的结构，你的男人对你好色吗？一个男人真的爱你，他在你面前就会像个大流氓。有的人会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但是你要知道，男人只对自己喜欢的女人好色，那才是真正的好色有品，对自己不喜欢的女人根本不会感兴趣。同样，如果你觉得他对你的好色不舒服，那就说明你心里其实不够爱他。心甘情愿这种东西一定是发自内心的。研究表明，孩子一生只有三次脑部发育高峰期，错过就会遗憾。第一个高峰期，宝宝出生到三岁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宝宝喜欢模仿周围的人，家长可以多给孩子鼓励，更有利于大脑发育。第二个高峰期，孩子五到七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多给孩子买一些益智玩具，通过益智游戏促进孩子的大脑发育。第三个高峰期，孩子八到十岁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家长要格外注意自己与孩子沟通的方式，避免孩子叛逆。研究表明，孩子一生5号10号发工资和25号才发工资的公司区别竟然这么大，1号发工资牛逼公司。每周规律的安排两到三次同房的时间，那么这种怀孕的概率呢就会增大。同房的次数呢也不能过多，这样会让小蝌蚪数量下降。再一个呢，夫妻过于疲倦，那么这个时候会影响怀孕了。同房的次数也不能太少，太少呢小我给你们看看我老公有多了解我。你知道男人为什么喜欢抱着女人睡吗？第一，他喜欢你，在乎你。第二，他想给你温暖。排卵什么感觉？想要宝宝的男生女生，重点来咯。第一，分泌物增多呈透明色，可拉丝。为什么每次洗澡女朋友都要上厕所？男生为什么会这么黄？你们都会发现在同一张女生不让你碰是什么原因？有的女生就是这样，你越是在意她，她越是不在意你，你越是对她好，她越是想要故意吊着你不让碰，那就是在引导你继续投资。女生经常说的一句话，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都是屁话。女生她要是喜欢你，她恨不得做你身上的一根肋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女生不让你碰是什么原因？有的女生就是这样，你越是在意她，她越……有的男人总说自己的老婆床上表现不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可能是你的问题？有研究显示，每次做足20分钟前戏，
夫妻生活的满意度就能提高90%以上。所以说前戏非常重要，记住了吗？有的男人总说自己的再穷也不能省这三种钱：一，不能省送礼的钱，人脉啊永远要结交；二，不要省吃饭的钱，柴米油盐那是省不出来钱的；三，不要省外表的钱，形象就是品牌，你越省这些钱呢，别人就越瞧不起你。再穷也不能省长期不交作业，这两方面会出。你们说是不是男女之间一旦碰了肌肤之外，然后就算再久不见面都不会忘了彼此，就算以后能不能在一起，多久不联系，永远。凡是童年的男生到了春天就会发春吗？这个问题啊，我们都知道动物啊会在春天的时候发出一种求偶的声音，是因为春暖花开，万物复苏，万物都变得生机勃勃，人的心情自然啊也会随着春天的到来而变得舒畅，那心情也会随着变好而使鼓掌的频率增加。但是啊，男性在青春期可是随时随地都有发春的可能哦。男生到了春给你5厘米，你愿意夹在哪个部位？哎呦我的妈！好家伙，一出门就看见响。经常手艺活会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呢？因为有很多人经常手艺活之后会出现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愧疚、自责，影响很重。其实大家可不必担心，手艺活适度的话，对身体是没有任何影响的。什么叫适度呢？就是你手艺活之后没有感到腰膝酸软、腰背酸疼、四肢无力，这就是适度的，大家可不必担心。经常手艺活，游戏好玩还是学习重要？同学们，游戏是好玩，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你现在不努力学习，将来要怎样立足？干苦力吗？去工地搬砖吗？游戏好玩还是学习重要？同学们，游戏是好玩，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你现在不努力学习，将来要怎样立足？干苦力吗？经常在朋友圈炫耀这三样东西的人，早晚会吃大亏。看看有你吗？一，不要炫富，因为比你有钱的人看到了会笑话你，比你穷的人看到了会嫉妒你、怨恨你。二，不要炫耀人脉广、朋友多，人脉永远不是你认识谁，而是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身边还剩下谁。三，不要炫耀自己的才华，越是有本事的人越低调，越是无能的人反而越喜欢张牙舞爪。经常在朋友圈炫耀这三样东西的人，早晚。科学研究表明，男人最多能够忍住336个小时不找你，也就是2周的时间。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双什么时候睡？睡眠的时间够了就可以了吗？比如说，你今天晚上熬了一晚上夜，熬到凌晨2点钟了，你从凌晨2点钟睡觉，你睡到次日下午的5点钟，睡眠的时间远远超出了。够了7个小时了吗？够了，正常吗？对我们身体有伤害吗？有些人说，哎，没有任何伤害，你只要睡眠时间够了就可以了。真的如此吗？你看看我们三班倒的工人，你看看经常晚上熬夜干活而白天去睡觉的人，一定出现了很多问题。那么这些问题为什么出现了？不能道法自然。什么时候睡？睡。你知道有钱人的钱到底是怎么赚来的吗？有一个银行家，他儿子就问他，你只是个打工的，你为啥？女生胸小的几个原因。你是不是非要等到考试考了倒数，考不上高中，考不上大学，找不到好工作，被人踩在脚底下的时候，你才知道要努力呀、啊？早干嘛去了？你是不是非要等到考试考了倒数，考不上高中，考不上大学，找不到好工作，被人踩在脚底下的时候，你才知道要努力呀、啊？你是不是非要等到考试考了倒数，考不上高中？男人裸睡幸福翻倍。男人裸睡的好处你知道吗？第一呢，可以增进夫妻感情。第二呢，没有紧身衣服的束缚，睡觉更舒服。第三呢，裸睡可以加快男生的好色程度。刚在一起时，在一起半年后，女生的好色程度。刚在一起时，
在一起半年后，男生的好色程度刚在一起时被人打了怎么办？千万不要。嘎子，你听叔的，剥皮会影响体验。你们男人不是都喜欢黑丝吗？我今天准备穿黑丝出门，看我男朋友什么反应。走了吗？你就穿成这样出去啊？你不最喜欢看黑丝了吗？我看别人穿行，你穿能行吗？回去。你们男人不是都喜欢黑丝吗？我今天准备穿黑丝出门，看我男朋友什么反应。走了吗？你就穿成这样出去啊？你不最喜欢看黑丝了吗？我看别人穿行，你穿能行吗？回去。我家的对比同。如果妈妈错，对你没听错，男人最适合穿裙子，你知道吗？裙子最早的时候是给男士穿的，这也不是没有道理。从身体结构上，男性更适合穿，特别是夏天，蛋蛋喜凉怕热，穿过紧的裤子就会造成局部的一个高温，危及小蝌蚪，这是不利于你要宝宝的。那么你穿裙子是什么样子的呢？对你没听错，男人最适合穿裙子，你知道。过度会陪男生吃泡面住出租房吗？看我多喜欢他吧。就是什么条件话你才愿意这样子？很喜欢。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高的。硬性条件就是高吧。长相呢？帅。你觉得男生的身高多高算？175吧。168。会陪男生吃泡面住出租房吗？你不买黑丝，不买蕾丝，那你让你男朋友爱你啥？你想当国家主席？我国宪法第79条规定，年满45周岁的中国公民可以被选举为国家主席，不过得全国人大选举出来才作数。加油吧，少年！你想当大小真的重要吗？其实尺寸大小不是主要的，粗细也没有太大关系。男孩子打游戏时女朋友的正确姿势。我会不会刚刚知道你就是我的解药？当他说今晚的夜色很好。男孩子打游戏时女朋友的正确姿势。我会不会刚刚知道你就是我的解药？当他说今晚的智商120以。如果实在找不着老如果实在找不着老婆，建议你去广东的工厂转转，或许会有惊喜。东莞一女工说。单身久了看谁都像老公，刚才看到一帅哥长得可帅了，哎呀我都不敢看他了。如果实在找不着老婆，建议你去广东的工厂转转。一个真。如果实在找不着老婆，建议你去广东的工厂转转，或许会有惊喜。东莞一女工。一个真实案例，村里的一个妇女在丧偶之后遭到同村一男子四次强奸。某一天这个男子又恶狠狠地对这个晚上切记一定不要做以下这几男朋友要求同居，你会同？明星不用华为的原因，曾经华为代言人神奇女侠的扮演者盖尔加朵在转发华为广告时竟然用的是苹果手机，这让很多人发现其实很多明星代言的手机他自己可能都不用，尤其是欧美那边的明星可能代言着华为或者三星等品牌，其实他们用的还是 iPhone， 因为苹果在国外是有一套智能家居的，由 Apple TV 和 HomePod 等苹果设备连接起来，不用 iPhone 当然体验不到这一整套智能家居的。 Hello， 好久不见。跟我学说话。好呀。中国大税最什么样的女生一看就是单身？出门会洗头。真的有男生给女生洗内裤啊？小朱医生给你点个赞。女生小内内上发黄发绿，别信网上那些柠檬加白醋去洗，也别信放进微波炉加热一下再洗。白带发黄发绿可能是细菌性阴道炎，要规范用药，一定要好。有的女生胸特别小，看起来平平的，就像飞机场一样，甚至男朋友也称为兄弟。其实我们把下面多余的脂肪挪到胸上就好了。有的女生胸特别小，看起来平。哎，天不早了，该睡觉。过去我一直不明。王哲被删除的八句超。咚哧咚哧咚咚咚哧咚哧咚哧咚咚咚。你好，关。OK。咚哧咚哧咚哧咚咚咚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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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咚咚哧咚哧咚哧咚咚咚。你好，关。OK。咚哧咚哧咚哧咚咚。如果你今天不努力，明天也不努力，那么你的人生只是在重复而已。你要坚信，每天叫醒你的不是闹钟，而是心中的梦想。女生找男朋友是为了什么？
女生找男朋友是为了高兴。高兴。对。他趴前用手能延长时间吗？在性生活之前先进行手淫，它可以延长射精的时间。这个呢，我觉得是没有道理的啊。临床上呀，或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好像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说法。他趴前当女生遇到老色批，日本女生。何をしますか？行きますね。恥ずかしいですよ。中国女生。他们干嘛呀？有病是吧？当女生遇到老色批，日本女生。走开都。和别的公司老板不同，上班时间马云从不待在自己的总裁办公室里，而是手里拿着根棍子，在上下五层的办公楼里走来走去。我挺喜欢舞枪弄棒，小时候拿的时候经常拿个棍子弄的，然后再后来就变成像教鞭啊，或者是干嘛，就手上有一样东西我能拿得会舒服一点。摸了个警棍的没有蹬脚蹬脚。常策马平天下，此番诀别却为难，一生与其一起泪眼一闪。我在清华上课的时候特别感慨，学霸真的是太认真了。当我看到旁边那位同学上课玩游戏时，我的三观崩塌了。他的同学偷偷告诉我，他已经把整年的课提前自学完了。清华的菜又便宜又好吃，但我做梦都没想到，都半小时了，学霸下饭的菜竟然是道几何题。我在清华上课的时候特别感慨，学霸真的是太认真了。当我看到旁边那位同学上课玩游戏时，我的三观崩塌了。他的同学偷偷告诉我，他已经把整年的课提前自学完了。清华的菜又便宜又好吃，但我做梦都没想到，都半小时了，学霸下饭的菜竟然是道几何题。我在清华上课。夫妻生活后三件事要做到。办事后这三件事要做到位，夫妻生活会变得更和谐。一，夫妻生活后要相互给予关爱。二，及时清洗局部能帮助预防细菌滋生。三，排尿，排尿能帮助冲洗后尿道的分泌物，对于预防尿道感染是有一些作用的。夫妻生活后三件事要做到。办事后。